欠人钱，阁心计交掉，碰过是一个艺人呢。伊无交掉，变哪趁钱啊？不交掉怎么赚钱呢、啊？我问你们啦、啊，是恁大家也了解啊？是言论这个自由啊，是社会是政府给咱的福利，不是给恁用来的骂人的。啊，不是你们拿来骂人的。我看你对碰哥到底有什么不满呢、啊？你讲啥？啊，你讲啥？伊欠人钱，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有提钱借伊吗？台湾就是言论。什么欠人钱，阁心计交掉？碰哥是一个艺人呢，伊无交掉变哪趁钱啊？不交掉怎么赚钱呢、啊？我问你们啊，怎么还债啊？艺人本来就是爱交掉，啊，无是变哪红？啊，今仔日人欠钱，要来面对恁，恁才制住，啊，恁阁唔敢来，对不？你有才调，就来看要支持安怎，看伊安怎赚钱，唔则对。你要对一个勇敢来面对这个社会的人，来做出一个好的贡献。应该来个斗三工，不是来个批评。你是凭什么来个批评？还有一些就是债主有什么不了解的啊？电话都在这边，然后来直接我们公开公审哦。我要把这个黑幕哦，整个摊出来给大家看。你哪位？我啦，我是以前借那个冯先生那个家钱的一个债主啦。债主。啊，碰哥是欠你偌济啊？我当时借他1000万，对。1000万？你钱对啊，我们当时就是借他这个钱，然后本来讲说20分利啊。二十分？你干嘛？我这呐，我朋友借伊敢那3分尔，来判一年10个月，你20分，我你爱判偌久？不是，我什么抵押都没有，我在借他钱的呢。你不要答应就好了，你当时不要来借就好了。啊，他借的时候没关系，那现在遇到困难了，已经真的没钱了，那也付你320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、啊，现在有心要出来要还钱了，那你还想要怎么样？那就赶快还啦、啊，就是。啊，现在不是要赚钱来还你的吗？哦，你已经有协商，那我们就会承诺嘛。待会我会秀出我们现在的收益，然后跟那个、啊、我的钱拿得回来，啊、拿得回来，你只要有协商，我们就会跟你联系嘛，不是都有人跟你联系吗？来，公开户口在这边，来，大家看麦，看清楚，来去镜头聊清楚。提醒哦，这台底吼有3000几万呢，有3000多万，看好。今天的日期还有存一笔进去，答应你这个钱就是会分给你们，一定就是会分的。但是你们不要骚扰他，哦，不要给他困扰，他已经在赚钱了。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子骚扰他，我只是提醒。哦，我借他钱，然后我来提醒他。哦，提醒没关系，你提醒你打中你打这个电话只是要确认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公布给你看。